妈，你上哪儿了？咋的？今天收啊？啊，我在咱家门口呢，我接你去。啊，行了，好了，我上地找你去。他俩躲哪儿呢？吃饭去吧，啊，吃饭去吧，中午了。啊，叫我回来吧，回来吧，妈呀，回来吧。不是啊，刚才那不是啊。爸，我妈在哪儿呢？就跟那儿呢，这个，喊着听着。换衣服了，爸。这衣服放冰箱里的。你干啥喝酒啊？啊，喝酒去。这抽筋，这爆米糊了，搁这吧。换衣服吧，你。快点走呗。对，换一下衣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呢重阳节，我把我岳父岳母啊给接来了，上这儿吃顿饭。这家啊铁锅炖，我去年拍过，这个是我二哥家。就在富家庄园的对面，四家铁锅炖，他家的特点主要有什么呢？主要是小笨鸡儿现抓现炖，一会儿你们看吧，看正不正宗。来，我来，我帮你抓来。还有个跑，还有个跑，就他了呗。啊，这黑猪长这么大个呢？对。喂喂，过来了。这嘴这么尖了，回去吃杀鸡。这个铁锅炖，你看他用这个柴火炖的，就是木棒子炖的，和那个煤炭的和电的炖出的那个小鸡儿啊，味道都不一样。一般杀猪菜里啊放猪血块，你看铁锅炖鸡啊放这个鸡血，证明这个鸡啊是现杀的。鸡鱼好了啊，开锅了，谁别说话了啊！当当当当，阿嫂，这鱼多少钱一锅？这鱼38一斤，胖的。就咱这今天这个大概多少钱？100多块钱。一百零点，也就是不是？多点多哪去啊？包括这个大饼子吗？对。阿嫂，这一大锅小笨鸡多少钱？198，加大饼子。对，加大饼子。今天停电，没加粉条，没加土豆干啥的，应该都有三种。现在这三种都没加，都没加，停电了，加不进去了。那个今天呢，是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重阳节。重阳节呢，以孝道老人为主，所以说呢，今天把我的岳父岳母还有这些长辈儿，我全找来了，咱们吃一顿乡村的铁锅炖，尝尝农村的小笨鸡儿啊。嗯。农村这味儿呢？这个小笨鸡儿这个肉啊就有咬头，为什么有咬头呢？这是你家真这么吃这味儿？因为它成天溜子。来吧，大家尝尝这个黑猪肉，就是我刚才出那个猪圈里面拍那黑猪，就那个肉。得蘸点蒜酱吃啊，蘸点蒜泥来。黑猪肉啊，真香，肥瘦相间，真香啊，真好吃。哎，这猪吧是咱自己家养的啊，长得就是慢啊，但是问题不喂饲料，不喂那种添加剂。这一盘，你这一盘收的是78，
七十八。对，这是熟肉达到一斤半将近。一斤半到二斤左右。这个对对对。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就是笨鸡蛋。比如说在市里买那个鸡蛋，一块你肯定是炒不出来这么黄的。这个大概多少钱一盘？这一大盘？24。对。行，这个价格可以。那个这么好的菜，咱们喝点白酒吧。这天这么冷，来。这个是我从咱们的首都北京带来的仁和菊花白，曾经宫里边老佛爷喝的酒。来吧，你倒点这个菊花白酒。菊花白特别适合这个重阳节的时候孝敬老人的时候喝这个酒。二哥，我给你倒点来。哎，你倒点。不，有味道还行。嗯，是这尝尝啊，确实挺好的，挺好的味儿。好，来喝一口吧。祝你们身体健康。身体健康啊！来喝一口。你要说这小菜啊，再喝点这小酒，哎，没事的。这小屋小热炕头，多带劲啊！真带劲的。来，妈妈，第一杯酒，祝你们身体健康。来喝。那第二杯酒呢？祝你们长寿，每天乐乐呵呵。来，喝了。几年？来几个？那第三杯酒呢？祝所有的老人长命百岁。